那回去吧，周先生他们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他不等我。我要找，就是找到他的一件衣服，我也要找。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这个山里。怎么了，举动？他奶奶的，这个眼镜蛇或者金梅子，真是太歹毒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报纸肯定是他们捣的鬼，故意让我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暗杀目标。举动，您的太太又开始疯疯癫癫的了。那郑克大小姐还有雷玉锁，在江边找雷汉的尸体呢。咱们的人都安排好了吗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鹿死谁手还不一定，咱们走着瞧。你就说怎么办吧。罗兴前、眼镜蛇他们都在忙碌着，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啊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。我听你的。我会亲自盯着他们的。三府大院我是不能再回去了，师叔啊，自然已经走投无路，只能给您老添麻烦了。韩姐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婷婷，我还没来及告诉你，齐如燕是日本特务。什么？如燕姐是日本特务？这不可能！婷婷，我已经和她交手好几次了，她就是那条眼镜蛇。要真是这样，我下次
见到他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婷婷，齐如燕心狠手黑，你千万不要擅自行动。玉锁的爸爸现在遭遇不幸，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保护地宫宝藏，然后咱们再对付日本人。心寒姐，对不起，我爸爸他……婷婷，这和你没关系。咱们出生在哪个家庭，谁都无法选择。可是走什么样的路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。谢谢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爸爸。行驶，老子还得给你站岗防守，这他妈什么事儿啊？智子，你可想死我了？当心，外面有眼。怎么了？肖德兴竟然在外面监视起我们来。真大呀！谁跟您真大呀？哎呦，师傅，您可回来了！这个人在山脚下昏倒了，咱们的道童把他抬上山来，我看他伤势严重，生命危在旦夕，便立刻给他医治了。不过，这个人看着有点面熟。你这小子，我怎么说你都不听，你这还不是来找我了吗？肯定啊。是遇到什么大麻烦了，师傅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就是锁侠。我说他有什么麻烦，来龙虎山找我，这没想到，快死了才来找我。哦，怪不得他这么面熟。哎，师傅，他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当年被火烧的。师傅，他的手指还折了呢。我感觉是开锁时受到了强烈的挤压和扭掰造成的。臭小子，净给我添麻烦。医好枪伤，恢复伤指，以我的妙手神医，半个月时间足够了。我马上去找药，你们把他给我扛好喽。是，师傅。思恩，我一定要给你报仇。今晚你保佑我杀了罗星辰。
想杀我？我就要杀了你。你凭什么杀我？是你逼死了雷汉。他私通共产党，死有余辜。你这个狗汉奸！别说，我看在婷婷的面子上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你。20年了，你从来就不拿我当丈夫，心里一直想着那个铁三。他死了，你心还不死？他哪儿比我强啊？啊！因为你禽兽不如。承蒙夸奖。这次的任务是卢庆全罗局长的，弟兄们尽管偷，抓进去立马就能放出来，可是就等这一天了。咱们去龙虎山天使府走一趟，看看有什么真山之宝镇土之尊，偷来是咱弟兄的，偷不出来有钱奖励。这次的秘密任务是怎么了？你发现了没有？发现什么？赵姨不见了。对呀，是没有看见她。她能去哪儿呢？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先别说了，咱们赶快找。刚才那个人是谁？是眼睛蛇，他已经盯上你了，要多加小心。嗯，我今天约你到这儿来是有这么一件事。罗星泉派肖德兴通过关系找到了几个江洋大盗。江洋大盗？这几个人都是上了我们警察局黑名单的。他找江洋大盗干什么？可能要找什么东西吧。会不会是为了皇陵地宫而来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在关键时刻，这雷汉的雷汉现在生死不明，所以罗星泉找江大盗才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也不相信雷汉会这么轻而易举的死掉。可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真是急死人了。
包好药。师叔，我，你还认识我这个师叔啊？啊？我怎么跟你说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看你，现在遇到大麻烦了吧？师叔，我的伤没什么，就是索谱。什么索谱啊？不就一本破书吗？现在好了，要冷湿了，已经废掉了。啊？废了？跟你开个玩笑呢，别当真。跟你师父啊一个样，一点心眼都没有。就你这样，还想去闯什么江湖？嗯？师叔，我有一事不明，那索谱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？难道真是无字天书吗？这个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再说吧。啊，每天换药的时候把伤纸浸泡在水里半个时辰。啊，还有，这是我给你配的茶药，每天三小包，一天三次，一定要按时喝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谢谢。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赵姨能去哪儿啊？如意阿姨，如意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我这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这是你家呀。我家？这是我家？对，你家。啊，我家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婷婷呢？婷婷，她去找她爸爸了。她找她爸爸？她不能找她爸爸呀！她爸爸不是你，你快去找婷婷，让她回来，不要让她找她爸爸。阿姨，我快去呀！我还是不去吧。为什么？一是婷婷，她已经去了好长时间了，她已经快回来了；二是现在。你这里也离不开人，我走了我也不放心。齐如燕是在监视钟先生。律所，你赵姨呢？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我跟婷婷找了她好多地方，都没找到。我明白了，
我明白了。薇阿姨，你明白什么了？他认为我们会相认，所以选择了离开。相认？离开？薇阿姨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真的没听懂。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懂的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薇阿姨，你告诉我吧，告诉我吧。现在。喂，我是宝藏。司令长官阁下，你有什么指示？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。薇阿姨，你都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去帮你弄点吃的吧。我不饿。你这样一天不吃东西，身体真的会垮的。我去帮你弄一点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等我一下啊。雪娥，我的好妹妹，师兄，你等等我。雷大叔他死了，谁看见他的遗体了？报纸上说的。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吗？说不准你就中了小鬼子的阴谋诡计。赵姨，你这么轻而易举的死去，你是随了谁的愿，中了谁的意呀？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，只要我们活着，就没有小鬼子好日子过。赵姨，你同意我说的话吗？报告司令长官阁下，金梅子奉命赶到。金梅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军部派来的特使，大哈少将。特使先生，请多多关照。要是特使这次来上海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调查德国友邦盖世太保彼得欧吉和他的手下死因。啊！金美子小姐，外交部收到了德国友邦元首希特勒亲笔签署的抗议照会，
他们强烈抗议你们杀死彼得罗维奇和他部下的罪恶情形。现在这份照会引起天皇陛下和军部的高度重视，我此次来就是要查明事件的真相，抓住凶手，严惩不贷。金美子小姐，你身为大日本皇军驻上海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，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？特使先生，我……你不要跟我解释，你还是去东京向军事法庭去解释吧。并非无药可救，也许还有峰回路转之机。怎么峰回路转？打开中国皇帝皇陵的地宫，得到那枚无与伦比的传国玉玺，以此敬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。只有这样，天皇陛下才能特赦你。可索霞已经死了，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打开皇陵地宫的龙头大锁。这个我管不着，生死一线都在你自己的手里，要活要死你自己定夺吧。嗨，雷汉，报铁丝恩，如果你这锁谱我研究不透的话，打开地宫那也是妄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皇陵地宫的宝藏是我的了，我打不开谁也别想打开。我怎么这么笨呢？我开什么枪啊？这不是自掘坟墓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完了？不，我一定要打开皇陵地宫，我不打开皇陵地宫我死不瞑目。西寒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您说，陪我去看看花如烟吧。你要去看她？好，我陪您去。要不然怎么是神探呢？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侄子，我回来了。人都到了，
经安排在锦江饭店住下。嗯，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。我哪件事干得不好啊？说你胖你就蠢，你不吹牛你是不是浑身不自在？你们呐，生在福中不知福，捧着金饭碗要饭吃。行了，你少说两句，没人帮你当哑巴卖。行，我不说。那行，你把这件事情先去安排一下。伊美子小姐，你身为大日本皇亲驻上海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，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？特使先生，我……你不要跟我解释，你还是去东京向军事法庭去解释吧。生死一线都在你自己的手里，要活要死你自己定夺吧。骂个样。骂谁呢？哎呦，这么漂亮一个女人出如此粗口，太不雅观了吧。我连性命都快保不住了，还管她什么粗口不粗口。哟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雪娥，如意，雪娥，你说什么？雷汉他可能没有死。感觉，我的职业感觉就是这样。何以见得？罗兴全看似稀里马虎，其实啊，他是最聪明的人。如果他没有打开皇陵地宫的把握，他是不会让雷汉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死掉的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既然咱们现在不能立功，也不能让山本和眼镜蛇有功劳可得。你的意思是？见机行事。我已经发现了眼镜蛇在秘密跟踪监视中共地下党的人，你可以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机关长反应就是快啊。他们现在在哪？西郊的树林里。不过你和他正面交锋不好，毕竟都是大日本皇军的人啊。那我怎么去？哎呀，你吓着我了。你就戴这个面具去，你吓死齐如燕他也认不出你来，一举两得啊。以后就算是他怀疑到你身上，你不承认，他不是也没办法吗？好，就这么办。没错，那我今天就要为我的同胞和死去的兄弟报仇。也许你是来给他们陪葬。那你就来吧。
当年除了我师父，剩下就是我师叔张天师了，他肯定能打开皇陵地宫。该死，真该死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可我又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从山上请下来呢？叔叔，你的脸老爷还可以饶你一命，得的话你休想，那你就速死吧。你啊，齐如燕，你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间谍，我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武功。不过什么？小心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人还有用，不能杀。他是中共地下党，中共地下党就更不能杀，要抓活的。他是我的，谁抓住就是谁的，挡我者死。我今天就挡你了。戴着面具，我知道你是金梅子。金梅子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你敌欺人太甚！少废话，别站！便宜他了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也回去吧。那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再多坐会儿吗？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啊，那好吧。